你的手干哪提安尼？好佳哉，啊那无我真正足烦恼的。我真正是食饱外枵白了工的，啊不过要叫我乖乖听话，我是绝对唔甘愿。无论安怎，我也要想出办法，让家己袂当停机。天天，啊，你阁有倒位无爽快哦？啊，若无，我甲你讲，你小提啊，你哪会阁无欢喜啊？啊，我是你去我家己的，啊，伫出国认真正重的时阵，煞感冒啊，高度大家都要期待啦。爸爸妈妈拢已经无怪你啊，嘛知影你唔是超工的，所以你莫遐尼啊自责啊，你即马已经好安尼。生气，啊！可以当拜托你去替我买一挂水果，我想要补充维他命 C， 增加抵抗力，看我会袂，敢是会当赶紧好起来无？这当然嘛无问题，我去替你买，哼。等我回来啊。叫别三个人发现，安尼我嘛是白了工啊！一声就算病好啊，无护照，我明仔同款袂当登记。太好啊！妈。啊，这是啊！哎呀，这是你的行李啦。我想讲哦，你今仔日哦都住伫病房，明仔载直接哦对车来去机场啦。啊，对车？是啦，你妈妈安尼做哦，是因为惊我代志有任何变卦啦。啊，天宝，那是较委屈你，你今仔哦在老人家安心养病，啊，明仔载我会厝的来接哦，接你去机场。天宝啊，啊你的护照嘞？你交给我，我做伙保管。谢你哦。奇怪。我的护照嘞，我明明在客人包包内底，啊，怎啊我拢找袂到啊？天宝，啊你唔是讲你拢放在身躯顶的？对啊，我来北京前哦，搁检查过呢。哎呦，天宝啊，啊恁的问题这么多啦，一个啊发烧，一个啊护照碰无去，我看啊恁若不是头壳哦粘在迄个红棍顶头哦，你早晚把你的头壳碰无去啦。哎呀，我来。是啊，啊有吹到吗？真无呢。妈，那呢，我敢是得袂当出国啊？袂用的啦，
我真无简单哦，才订到迄间病院，还有手术的时间呢。不管安怎，咱一定要准时到啦。请问啊，你去办特急件，用上紧的速度把天宝的护照阁办出来。现在已经下晡啦，就是因为今麦办特急件嘛未赴啊，而且明仔哦是透早办机啊。袂用的啦，明仔载哦，若是无做到飞行机哦，安尼哦，一切阁要重新安排，伤困难啊啦。我嘛唔知影我身体有法度冻到迄个时阵无。天公伯啊，你是安怎这尼啊无公伯啊？我急性肾衰竭，我都准拄煞，即摆真无简单，有一粒药剂会当换，竟然阁无即出哦，真正是要把我逼死啊！是安怎哟，妈妈，你搁在无爽快啊？天宝啊，那护照无去啊啦，你妈妈你烦恼哦，明仔出国的代志啊。湘琴，拢是我唔好啦，卡输我那是较认真呢，无得卡就袂发生这款代志。你是咧找天天的护照？免烦恼啦，伫我家。真正是天宝的护照呢！哇，天公伯啊，多谢你的保庇啦！我都知影你袂唔插我，就好个，安尼哦，就当照原本的计划进行啊。湘琴啊，啊，我的护照哪会伫遐？我拄则去买水果回来的时阵，就看伊落伫附近。哎呦，好佳哉啊，我有捡着呢！我想应该是拄则护理师甲你救入来时阵，无塞起落去啊。我刚才不哄叫起呢，天天，我是不是你的贤内助啊？妈妈，我是不是你的幸运小天使？当然是。天公伯，你根本就是跟我作对，弄我弹出去的物件。是安怎阁互湘琴捡回来啊？我真正唔甘愿，是讲我即马拢已经甲湘琴结婚啊，会当结婚达三十年啊，是安怎阁爱我牺牲一个儿子啊？妈妈，继续好，好，对，来，来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，湘琴啊，你今仔日哦，就伫病房陪天宝，明仔载我甲爸爸就阁做伙过来接你。好啦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天天的。哎呀，我只想走袂去啊，我有志是一定爱管啊。